近日，至上励合成员柳州城老婆林苗发布离婚声明，迅速登上热搜，控诉柳州城在其怀孕和月子期间对其家暴，两人口水仗打得甚是热闹，也惊呆一众网友。6月3日，柳州城通过微博晒自拍照，并喊话：“你们搞不垮哥的。”随即，柳州城再次更新微博抱大球的视频，视频中柳州城一身白色运动装，心情也很好，疑似并没有受到家暴风波影响。人群一眼就能看到你，紫色照明灯，文明传统，方向指向你。